謝天父，我哋歡喜嚟到神面前，好唔好啊？就算呢個世界幾亂，就算你面對幾多困難，我哋嘅神依然係會俾力量我哋，係咪啊？我哋嘅神係我哋患難中嘅幫助，我哋隨時得力嘅來源。多謝天父，多謝耶穌，哈利路亞！我哋一齊起身，多謝我哋嘅天父啊！我哋多謝天父，俾我哋機會嚟到親近佢，成為佢嘅兒女，並且一路幫我哋嘅。多謝天父，哈利路亞！我哋開聲啦，同神你講，多謝你，多謝你，多謝天父，有天父，萬事都搞掂。神一定幫我哋嘅，有天父我哋唔使擔心，有天父唔使憂慮啦。而家將啲重擔放低曬啊，將啲放低重擔放低曬，啊，放鬆個喉嚨，放鬆個心口，啊！喺我親近神嘅時候咧，每一次我都盡量用個最放鬆嘅心態。多謝耶穌，多謝天父，享受天父。咁嘅時候咧，我哋啲重擔就更加容易醫治喎。有冇啲重擔啊？我哋就放手，同埋每一次當我哋放心嘅時候咧，神咧就會喺我哋身體裏面咧創造一啲、製造一啲開心荷爾蒙。呢個神做俾我哋好特別嘅，就係當我哋人放鬆咧，身體就會分泌開心荷爾蒙。嗱，你呢一陣試下深呼吸，諗住耶穌。有冇覺得個人舒服啲啊？嗱，呢個真係開心荷爾蒙，我哋嘅身體好特別嘅。當你一放鬆咧，佢自己會製造一啲令你舒服嘅荷爾蒙。所以點解啲人話咁中意喺度攤下、鬆下，就因為嗰陣咧，我哋嘅身咧就會分泌一啲開心荷爾蒙。多謝天父，而喺天堂嗰度咧更加開心、更加快樂。我嚟到神嘅面前，讓我哋獻上感謝，越感謝神，越有喜樂平安。我哋越感謝神，我哋越能夠得蒙神嘅喜悅，就越能夠得靈。哈利路亞！我們來到主面前，我們來到主面前，獻上眾神的讚美。我們來到主面前，獻上眾神可以來獻讚美，可以鼓啊！我們以感恩為祭，因你配得尊貴和榮耀。我們以重讚為祭，因你是萬王之王。哈利路亞！我們來到主面前，獻上全心的讚美。我們來到主面前，獻上全心的讚美。跟你配搭尊贵和荣耀，我们以重赞为祭，跟你是万王之王。我们来到主面前，献上重心的赞美。我们来到主面前，献上重心的赞美。我们以感恩跟你回答绝对和荣耀，我们以重赞为祭，跟你是万王之王。我们来到主面前，献上重心的赞美。我们来到主面前，献上重心的赞美。我们以感恩为祭，跟你配搭尊贵和荣耀。我们以重赞为祭，跟你是万王之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以感恩为祭，跟你配搭尊贵和荣耀。以重赞为祭，因你是万王之王。我们以感恩为祭，因你配得尊贵和荣耀。我们以重赞为祭，因你是万王之王。
因你是万王之王，因你是万王之王。哈利路亚！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。哈利路亚！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。我谂下耶稣点样为我哋被钉、被鞭打。这个不是他最大的痛苦，他最大的痛苦是跟天父分离，但依然呢，因为耶稣为我们被钉，流出宝血，为我们舍命，并且被人家藐视侮辱，这个是神很大的恩典来到拯救我们。我们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他的双手为我们献上，他的生命献上，多谢耶稣。我们开声，多谢耶稣，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。我呢最近呢在 YouTube 看了一个这样的见证，很特别的。有个人呢，他是上过天堂的，他上了天堂呢，他又很欣赏神。他就 有一次他求耶稣，他说，耶稣啊，给我看看你怎样被钉受苦啊。他想着看的，怎么知道耶稣呢有一天叫他忽然间那只脚痛到不得了，好像被人钉咁样，是痛到好紧要。跟住个手又痛到好紧要，被人钉。跟住个后面被人鞭打，哇！好像啲肉咧俾嗰个鞭拉晒出嚟。咁呢个人话：你小心点样祈求啊？因为咧，耶稣俾你嗰时咧系即系可能咧系会困难，但我自己嚟讲，我又觉得其实俾我哋经历下都系好嘅咁。咁佢咧就經歷到耶穌點樣為我哋被釘、被人鞭打，我就多謝耶穌。如果我哋要試下呢種經歷，哇！想唔想試下？俾人釘喺隻手嗰度，釘喺隻腳，我諗冇人想試。我哋多謝耶穌，因為一雙手為我，多謝耶穌，哈利路亞。一雙手為我祝祝福之下。快乐透，一双一手。
Bye.
主帮助我哋，帮助我哋真心去感激你。想到耶稣为我哋嘅救赎，想到耶稣点样日日去感动我哋，带领我哋。虽然基督徒中间都系有伤害，虽然基督徒中间有问题，但系我哋有耶稣做救，我哋接受人人都有罪人，所以唔使咁紧张。有人对我哋唔好，唔系世界好人，反而我哋能够得胜。我们能够以善胜恶，我们就是至高神的儿子。因为神呢是恩待那些忘恩的作恶的，他降雨给义人，也都给不义的人。我们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，多谢主耶稣为我们流出宝血，我们感激你，我们蒙住耶稣就救了。我主为何流出宝血，我主Thank you.
多次醫治。将嗰啲烦恼喺个心中抌得出嚟，耶稣。